我来了，撤伞！为什么没有跳街啊？疯狂连胜哎、欸，为什么没跳街？十三连胜没跳街？问号，可以晚上再玩看那场吗？好，我知道白天很多人玩不了，我之后晚一点开。但是最近晚上都有世界赛啦，所以都下午开。而且你看那胖子跟透儿子超过分的，他们都在那边说：“哎、欸，我135晚上开。”然后一个说：“我246晚上开。”干啊，我都不用开，我都开下午就好。你们开胜不开的再给我开。昨天世界赛都打到晚上十点吧，就这种时间要开也是很尴尬。是可以十点开到一两点啊，但是我现在想要早睡早起。我们都有工商才开，我今天有工商吗？我就问你，我今天有没有工商？是谁？我今天如果没有工商，你抖内我1000块好不好？敢不敢嘛、啊？讲的这么铁口直断，我如果今天没工商怎么办？我今天没工商，你要不要用屁眼榨甘蔗给我喝？你敢不敢？来，马上开始传说对决。你敢喝？不是，我敢不敢喝是其次，重点是他屁眼要先榨了出甘蔗汁嘛。你们完全忽略了重点，重点是他必须用屁眼去榨甘蔗。可以榨出甘蔗汁，我是不知道，不过有机会榨出番茄汁。好恶，看好恶哦、喔！为什么我什么都懂？你这样讲起来，我全部都懂了啊！这把要玩什么啊？没有葛雷夫，要玩嘉文吗？嘉文好像不太好、欸，会被维克的风筝酒桶好了。If you mind, I'm in。我们打低端酒桶绝不生产，打死不生产，全 AP 给他灌到底。可能后面会出一点防装啦。妈，打金牌场我还出彩，我就是对不起我自己，我对不起我的人格，我有负 LMS 职业打野这个名号。前职业打野，我绝对做到天衣无缝啊 ！gank 到位，反蹲也有，刷兵又高，然后全出攻击装不怕死。玩这游戏就储值过两次而已，一次是买李欣的造型，好像储了700块还是500块。第二次就是这个账号，我出来改个名，然后买个英雄。我以前要买个 skin， 但是还没想到要买什么，还没有看到我很爱的 skin。爱撒娇的黑噜噜，干，可能有点恶心哎、欸。我以前的绰号是黑噜噜哎，大家都叫我欧噜噜，就是皮肤很黑的意思，就看起来是脏脏的，然后还爱撒娇，那个画面有点恶心。不是我瞧不起黑的人，我自己也是黑人，什么爱撒娇的小公主，爱撒娇的杨妹妹，这种感觉还蛮不错的，画面很舒服，真的是一白遮三丑，女生白一点还是很好看的。但好像蛮多外国人会喜欢那种小麦色的女生哈，也可能是我本来就黑的关系吧。我不希望跟我交往的女生也是黑黑的。像两个人就走在路上，人家看不到，直接撞到你怎么办？两件衣服在空中飘。你们如果两个男女嘛出去约会，路人这样说，你作何感想？约会的心情不是全没了吗？我高中都这样啊，我同学都说，哎、欸，宏伟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去那个经过哪里哪里？鸡巴，我看到一台机车上面没有人，然后衣服在空中飘。我以前都被这样嘴，超靠呗。是怎样？现在是看我没有，是不是？妈，现在怎样？当我面前支持下啊！哎、欸，你看惨了，完了！这个似乎是有点激进，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这个在金牌场的打法。金牌毕竟还是懂得支援的，不能像这种红银打法这么激进。再一次，我一定要弄到他啦。你娘！你娘！锤死你！拜拜！呜呜呜呜呜，很气很气！应该不会晕吧？啪！舒服这波，太舒服了，太他妈鸡巴舒服！麒麟一直笑哎、欸，笑到有点不爽。
我真的蛮不爽的，麒麟这样叫，所以我决定要给他们一点教训，像是直接走出来，这样，走不掉，走不掉，走不掉怎么办？被撞死，我再开掠食者，再锤，有没有？简简单单，不需要太多的操作，只要你进场时机对了，技能顺序放对。就很轻松，你根本是零风险必死。怎么又死了？是死爽没？这波我一定行，这波我一定收啦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不要浪费一个闪现在傻逼李信身上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我来了，侧闪，啪！帅不帅 ？L 型一闪。这个李欣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的肚子会从这个方向顶出来。你笑声，还好你不是李欣，你若是李欣，听到这笑声，你直接拔线了。我觉得丁黑会这么多，都是因为这样、欸，是不是因为我杀完人笑他，然后他听到就觉得不爽？会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笑得那么急掰，我笑声本来就这样，我也不是说故意笑得很急掰要羞辱你，我真的不是那种人，我没有必要为了羞辱你然后故意笑得很大声啊，就真的是我笑声本来就长这样，然后一直被误会，以为我是要用笑声来羞辱人，然后大家就很讨厌我，长相也是生下来就长这样嘛，干嘛嘴我丑？我笑声也是生下来就这样啊，干嘛嘴我笑声很急掰？不一样逻辑吗？被呛人家长很丑你就护航嘛？叫我笑声很难听，没有人要帮我，你们帮过我吗？没有啊，你们就是这么自私啊！你这个定是什么啦？什么东西？哦噜噜，我看不懂哎。这个 Q 是姜太公的丢法哎，你是姜太公在世吗？随便啊，反正我 Q 就乱甩啊，反正会中就是会中啊。愿意吃 Q 的就会自己闪上来吃，不愿意吃 Q 的，我怎么丢都没用是吗？太扯。晕反过了、等下被我撞怎么办？被我撞怎么办？维克特，为什么是你的？为什么不是我撞的吗？鸡掰，哇，开吃到底是多么的饥渴？勒布朗竟然会开龙，来哦来哦，我在我在我在。有玩，每秒跳，娘！我其实算过了，我算过那个伤害应该是杀得掉的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我会 L 型一闪吧？他以为没事，说低能，低能低能撞歪了，然后马上变脸，下一秒一秒变脸。林国华好强，你吗？我 Q 一直塞他脚底，他一直扭不掉。林国华真他妈鸡巴猛，来啦，冲啊，林国华！我刚弹两三下而已吧，没弹冲扛不太出来。刚都有精神就好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我生气了、我要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愤怒的冲撞，愤怒的冲撞要来了，变啊！撞一下，妈都没了，啪啪啪啪！蓝中惊人，不是打我。还死了哈！没死吗？死了死了！收光收光收光！奎恩收光！奎恩奎奎！好精彩！好精彩的一场菜鸡互啄。
想跟我抢哦？啊，银牌李欣省省啊！哎、欸，想刮我，醒来被我屌撞，哈哈，秒掉！呜，手机，锤死你！废物，不用跑，真的不用跑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用跑啦，你不用想走啦。我掠食者开下去，你真的没得玩啦。我问你怎么跑？你怎么跑？我。果然老了，还是赢了，对不对？不负干爹所望，上路上成这样记得。我干呐，这句话特别他妈中肯哦。擦个汗，来来是下一位，有没有发龙头？你们干爹要去快乐。